个世界的第几个维度，沉溺在时间之海的迷途里辗转往复，日出日落，现在未来，光年之外的星海，我们是哪一种存在？试图将永恒给予浩瀚星辰，应不应该落日黄昏最后直到黎明到来，日出日落，现在未来，时间之海聚集。时间之海聚集。